天真是一个好天气，然后今天来到了北京环球影城，然后还有这一位我的朋友，我勋哥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然后今天我们两个来环球影城打卡了。哎，好，看到了。哥哥好大方，还替我投球。今天确实哥哥大富大方了，大方大方，70块钱多不容易。第一个项目是小黄人过山车，走起来。我们一会儿争取用最淡定的表情，然后来完成整个过山车之旅，好吧？好了，马上就要到高峰了。对。准备冲刺了，好玩，好玩，推荐小朋友玩。刚才玩最刺激的项目霸天虎没有录上，现在我要二刷，太刺激了，太棒了。现在到了哈利波特区域，然后要去玩哈利波特的项目了。哇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哇，好黑，看不见，看不见，看不见了，先不录了，看不见了。下面要玩的是哈利波特禁忌之旅，不危险，不会危险的。禁忌之旅，我们来了。当心！哎，不行，我不能录了，我好昏。哇，现在我在。功夫熊猫的主题馆里面，哇，好漂亮！这个地方古香古色的，感觉就是古代灯会的感觉。虽然从来没去过，但是在这儿感受了一次类似古代灯会的感觉，还是挺不错的。现在要看迅猛龙了，大恐龙。哇，好大的恐龙啊！看这个大恐龙，好大呀！